上呢，会在我们的很会有我的演唱会，然后晚上六点钟到七点看我的演唱会，这个时间是有效的时间。一呼百应吗？一呼百应，对，我是张杰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去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一定给大家一个最精彩的演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是啊，可以借一下吗？可以借一下吗？因为这个，因为我需要马上去买，谢谢你们。你好，停！三十四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杰，现在呢，我是在做一呼百应。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，我也爱你。今天晚上的地点是明星公园，大家跟我说好不好？地点在哪里？明星公园。进场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六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晚上见，我会给大家唱歌的，谢谢你们。时间已经不够了，因为所以我要去宣传其他的地方了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人还真的很热情。时间太慢了，我就跑出去。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杰。不好意思打扰你们拍戏了，一点一分钟的时间。安静安静，嘘嘘嘘，安静啊！抬头看一下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再拍戏。我觉得人家在拍戏，肯定不会来的。这个是我的宣传单册，希望你一会儿给你们的导演讲一下，或者给你们身边朋友讲一下。然后这边地点呢是在青云，一呼百应啊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地点是在这儿。好，谢谢你们，那就麻烦你们帮我宣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不打扰你们拍戏了，谢谢你们。我刚刚看那边的人很多，然后我以为可以宣传，但是呢，人家在拍戏，如果很浪费的去很大声的说今天晚上几点啊，会很反感的，所以我就很悄悄的把这个宣传单给他们的其中的一两个工作人员了，让他帮我去在他们。